喂，太初。喂，芊语，我一直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听到。你在哪儿？我在。我在游乐场。单俊皓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单俊皓也在。喂，俊皓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外面处理一些事情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今天林嫂做了很多你爱吃的菜。你先吃吧，等我忙完了我就回去。俊皓，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你不要回来得太晚，不然我和妈都会担心的。那你早点回来，我们明天早上就要走了。嗯，知道了。我等你。